师 Aggie 谢培恩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吗？我们今天要看我通常包包里都放什么东西。好，因为我最近就是常常喜欢穿艾迪达，所以我现在包包随时随地都是艾迪达，总之很方便的时候，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都丢进去，也没有什么 pockets 要翻到哪东西在哪里，在哪一个口袋里，所以就一次就 everything in here。那通常工作的时候都会带这本，因为剧本放在里面就是不会变形，所以它外面这个看起来是已经变形了。然后就像小朋友怕你知道，有时候无聊没事做，就是有彩色笔啊，然后一堆书，然后我们反正就是笔记本啊，随时随地都有东西可以画，可以写，可以发泄。然后呢，有时候不想要化妆就戴个太阳眼镜，最近天气也还不错，所以大太阳戴个太阳眼镜，希望不会眼睛不会受到闪光，是这样的吗？对，因为有一点闪光，谢谢妈妈，因为听说是天生的。对，然后随时随地都会带着牙刷跟牙膏，因为工作的时候我们反正就会吃便当，然后拍戏又要笑啊什么，讲话那个口臭真的是有时候吃到洋葱真的觉得很对不起对方，所以随时随地有他来帮我解决问题。最近就是要准备去 Paris Fashion Week， 所以最近就是比较习惯带一些化妆品。那最近呢就是跟 Chanel 很有缘，因为就是帮他们拍了很多东西，然后他们也送了我很多 Red Power of Red， 所以最近都喜欢擦红色的指甲油，然后红色的口红，耶、yeah ！然后它的眼影很漂亮，擦上去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Yeah， so 最近包包里面就这样，很简单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忘记了，刚刚一直在讲红色，我们还有一个蓝色球。我为什么会带一个蓝色球呢？因为我是很爱好动的过动儿，没有啦，我是很喜欢运动，然后常常运动有时候需要按摩啊，让自己的肌肉放松，所以呢其实不是过动儿需要玩东西的，虽然也可以这样用啦，但就是其实背酸痛什么的，这样靠着椅子然后就开始就觉得好像去按摩的感觉。 anyways 随时随地都会带着它，最近包包里面就是这些东西，艾迪达就很爱运动，背包 that's about it。